么呀？是查家病人啊，为你得罪的名册啊。名册？郡主，我奉公主之命，伫个五国王公大臣之中挑选两位，叫伊写下伊的家世、人品、才华、武艺，要让郡主亲自选了一位赵魏郡马。真无办法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什么人就无法度代替你心目中迄个邱玉芳。林啊，郡主讲也真有理。如果迄个将军，你若是有介意，查家就为你做主。多谢公主，林啊的年纪还阁遮尼啊少。我无想讲遐尼早就要成婚，何况公主，你敢是要派我去长安呢？王妹，你派人啊去长安创啥物？大王倒转去长安，已经遮尼久啊，连一点仔消息都无。查甲是惊伊去中着奸人的计伫，所以我命人啊去中原打探消息。
苏大人，请饮茶。多谢老将军。苏大人，今天光临寒舍，真是奉笔生辉啊！起降起降，苏某今天到此，一来是要与老将军叙旧，二来嘛，要向你打听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是下清四平贵。老将军奉旨，先问四平贵，不知问得了如何？已经结案交旨。四平贵真是一干事，皇上不知要如何来给他处置。这，哈哈，老夫想啊想，会到林大夫王丞相。以及年轻贵将军对这件代志加真关心吼。老将军，你误会了。小姐之托，要来探听消息的。不只是如此，也为我家己。我已平复心情，心底是无可忍。原来如此，老夫以为讲苏大人你也甲王丞相，甲着迄个贵将军同款，要来陷害四平贵。要哪咧贵将军，恁着已经知影平贵拢是冤枉的。无错。要哪咧人咧？在宫中。在宫中。平贵的是无罪心，乃在金中见无人，金中三日无音信，无回府中为何？上好是入了天宫，秦叔良见太子殿下千岁，便得驾到。新外夫，驾到！你是太子，为老将军是我的外祖父，一认出我是当年失踪的皇子李文。哦，
父王已经立我为天君，只因为父王量体欠安，所以未曾昭告天下。强奸妹夫，不是不是，是强奸天下。真对，你对表妹。小姐，莫干那，予人着急啦，紧甲小姐讲啦。四平贵就是38年前宫中早逝的皇子李温。皇上一定任命做太子，因为皇上量体欠安，四平贵必须留在宫中，亲自汤药，所以暂时袂用出来跟你见面。富贵，小情妇。
皇上病体沉重，万一四平贵若登基做皇帝，这对咱真大的不利啊！我是伊个父，伊敢对我怎样？爹啊，你唔通袂记，当天彩楼招亲的时阵，你摕五十两银，要买回彩球，又另外要替三妹选择家婿，搁甲三妹三吉奖。断绝俘虏的征婚，这个代志，四平贵一定会记的。何况，你即卖又搁冤枉，早已是干涉。岳父，四平贵若做皇帝。第一个要对付的人，就是岳父你啊。第二，则轮到小帅受遭殃啊。安尼生当要安怎？爹、啊，你的女婿是兵马大元帅，兵权在握，敢惊无才调对付一个四平贵？岳父，不如。趁皇上病体沉重的时阵，等起兵杀死四平贵，安尼这代志一了百了。找袂来凶手，四平贵现在宫中伫咧判家，万一惊动圣驾，这是真多难当。哎，岳父啊，到时小帅拥立你做皇帝，安尼是毋是更加好？是啊。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未好，伊会拥立你做皇帝。